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挑战好，我们败部复活战，好，这是我们东风被淘汰的，对，南风被淘汰，西风被淘汰，这是我们本来的卫冕者啊，上一集一万七呢没有赚到，今天打到败部，看谁能够胜出，挑战博红，哇，今天24700哦，如果他们没有办法挑战过你的话，你就是跟我决战是29700，哇，压力好大，压力很大啊，看你那个金山财神庙，好不好？准不准？对对对，灵不灵？不是准不准，能够帮帮我，好不好？来，你搬到东风。8点，我们来看看三家的牌。庄家一的牌，平宇的牌，玉州哥。错边吗？哇，平宇来，横大。来，紫菜，东风，北风，南风。西风，南风，碰一个，拿进来，发财，我也有发财，白皮，北风。再一只啊，好烫！发财，红中，红中是吧？跟你红中，白皮，9万，九，白皮，都是字，一堆字。一堆一饼，7条，哎呦，7条甜哦，9条，9条，西风。2条，2饼，6条，2饼。7万，吃不到。大饼，大饼，好一个。5饼，饼。吃，吃起来。9万。好的，东风，6饼，7条，3万，碰一个，3万碰起来，4万，
对，想久一点，我们自然最高兴。认真思考思考。八万。你这个牌，我说你要叫它分开，嗯，这样不就看得懂了吗？嗯。哎，怕漏开，可能想还有别的花，怕漏开。谢谢。四万。八万。真的吗？八万。哇。九万。要摆进来了。冲一个四条。到了。哎呀，到了。啊，他打两到七条，冲你的四条。对呀。对倒。对倒。到了，到了。哦，你怎么知道吗？三六九条。错。刚刚吗？刚刚还是现在？还有。现在。还有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七饼，对，三六九条带七饼，哎，门前一台而已。好了，现在是我们的第一把，我们预收了一壶了啊，六百分啊，八百分而已，一底一台，来，平宇庄家，开门，十二，好来看看三家的牌，庄家平宇的牌，一周。乘一的牌，来，我们可以出牌喽！发财，发财，北风，花补一个，四饼，甜的甜的，吃不到，北风。拜拜。九饼。三秒。五花。发财。东风。西风。红中，再一只东，又一只东风，北风，四万，吃一个，卡张，一万，一万，红中。七万，西风，三饼，六万，六桶，到底是什么？南风，碰一个，哦，又有机会摸牌了。三桶，四万，四万，参考参考，碰碰碰碰，碰六万，六条，啊，五了，五了，哎，命很好哎，你二花。庄家两台，好，现在是我们败部复活战的最后一把，三家的分数报告一下啊。好的，目前最低分呢是我们的陈一3900分，然后我们的庭宇呢是5300，然后我们玉州5800，你们俩差500，对，差500。你现在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，好，来，看
们开门。最后一把八点，看三家的牌。三家一周的牌，陈一，田鱼的牌，来张家。左手，起风。对吗？对。对。五花，东风，东风跟东风。五花。南风，那个南风，我也有。四花有一台，他庄家就两台，所以你就可以胡他。如果听牌，八条胡你，八条对准他，白板，我也有白板，红中。张玉洲像腹背受敌啊，两个人都要唬你，我田宇谁都可以唬就是了。三万，花一个发财，五条，我要把这个牌这样子放。哦。要用什么吃？我要用。开场前奶哥说你很会打牌。看错了，我记错了，记错了。八条。八条。对啦。八条。跟打八条，七万，好，小鸡，那我猜你不要四万，那么厉害，四七一路五条。刚才就应该用这样吃，很多条是不是？来喽，哈，九条，哎呦，八哥小心哦。嗯，好。东风，大哥，压力很大。你不用怕他，他不会唬你。北风，哎呀。六条，你不会唬我，好。因为唬你分数不够，可怜，五条，三张五条，三张五条，大哥，白板，红中，二条，二五条，三筒。西风，很干，睡觉睡觉，小鸟，快走，骨头，七条。发财！又看，眼神还不自知的飘向你。五万，吃，吃而已。跟你抉择哎，二万。有什么好抉择的？吃五万打二万，安得很。哦，对哈。老师，你吃了。
换得好，换得好，牌倒下了，来，各位牌倒一下。大神 APP 重磅升级啦！现在只要下载并登录，就可以参加转盘拿高礼，还会周周抽出精美好礼，还不赶快登录拿好康打麻将！